妈妈有奇怪声音的，请举圈，没有的请举叉。哦，不行，那个那个时候的爸爸妈妈都不会叫。你可以举你自己有奇怪的声音，没有，小孩听到的。所以就现在只有费丹尼跟法比歐听过。有你有听过你妈妈奇怪的声音？跟父母一起放假。嗯，然后我们住在一个那个房子是一个 loft style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楼中楼。我在一楼，嗯，睡觉。然后我早上不知道差不多六点起来，然后我看到下面，然后是我的父母爱爱。几岁的时候？差不多六岁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他们不是在爱，他们在吃早餐。法国就算是爱的国家。但是你们六岁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是在爱爱吗？是。哦，你们从几岁的时候大概知道那个就是爱爱？一岁吧，五岁哦，六岁。法国的性教育这么早？对啊，法比歐七岁就有爱爱哦。太早了吧？讲清楚了。